我相信呢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呢，就一定可以获得莫大的鼓舞啦。虽然不知道是谁给的鼓舞，但是我相信终究一定可以的。麦格农，3800可以买什么？我一定要杀到一只泰坦，我才甘心。我真的杀到一只泰坦了，爆头啊！对，我爆头了。给个建议好不好？下次早上拍好不好？早上我家网络被锁在啊！我上别人家网络才拍成功的，所以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。话说，你说早上什么时候啊？几点？都可以啊，不要晚上就好。怎说？晚上我很少话的，早上你要我讲多少话都可以。你累了吗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累了吗？我累了。哦耶，快要挂了。哦，泰坦将军被干掉了耶！然后呢，我发现那个灾厄之章跟战神之章，就是他们到后来的时候，那个普通关卡都不会有音乐了耶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快要挂了，你的发现未免也太细了。没有啊。真的啊，你注意听啊，它都没有声音，它都没有音乐，它都没有背景音乐。哦，我被瞄准了耶！我被火箭筒瞄准了。哪里还有泰坦？快说！我要来搞泰坦的，大大。话说，闪月杀泰坦早就被杀了。话说，我跟你保证啊，我这一部实况绝对已经拍，绝对得分两部，因为是超长的了。话说，我刚刚是不是听到闪月的声音啊？这是你的幻听啊。那就好啊。真的是他，是吗？你说什么？完全听不懂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完全等一下在拍了吗？不然嘞？是啊。啊！我要挂了，紧急救援！我需要！琪琪！帅嘞 ！SK， 我需要 SK 4，我不需要 SK 2，我需要 SK 4。Hurry up，SK 4。闪月，OK， 我接到 SK4 了。啊，优能欸！啊，他捡回去了。没关系，我有100 SK4， 我就可以闯天下了。谢谢，谢谢您的鼓舞啊！我一定会更努力的去把这个生命。请问在跟谁说话？我录实况啊，大大！录实况就是要自言自语玩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家不都喜欢看我们实况组在疯疯癫癫、自言自语，都像神经病一样吗？然后死掉。对，我们实况组 GG 就是那个观众的娱乐来源。大大，怎么了？你想跟我讲做实况也不要做这么悲哀是吗？这我知道，你会通灵吗？通灵，如果跟你讲我会呢？来吧，阿姆斯撞出来吧！这样算吗？哦，后来拿 SK4 了，我应该拿优能才对的。优能强的跟什么一样啊？你什么时候有优能？不是，我要跟别人借。啊！我又挂了。啊哈！
你看你的尸体被我喷了。不是你喷，是琪琪喷的吧？刚刚吃了一个臭豆腐，又吃了一碗面，然后现在要再来吃粉圆冰。那你不要来啊，滚啊！啊，你有病啊你！你只不过是个真卡查医师。暗黑恶魔，你有意见哦？啊，我怕各位观众可能看全程录影有点，会看得有点不太顺眼了。我看是不是要先暂停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呢？OK 啊，打这么久要命啊！是啊，那各位观众，那我们就暂停一下，等我们见到我们的钢铁巨兵，我们再回来啊！我们稍后再见啊！好，各位，那个我现在已经来到第九回合了啊，然后呢，我预计呢，我们是等一下就会去撞我们的那个钢铁巨兵啦。然后接到一把幽能啊，幽能离子枪，顶了附近出现相当多敌人啊。Go go， 哎卡，那个，哦那个啊，大，别这时候发作啊那个。那我们再暂停一下，我去处理一下那那个状况啊。OK， 我是回来了啊，那个处理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剩两分钟，66%的敌人。只要你有幽能战神的泰坦，就是再也不是什么大威胁了啊。赞啊！Two kill！ 哇！又累个。敌人还有一半的军力啊，攻击。Fire！ 哎、欸，两个幽鬼站在一起啊，被我杀了600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的恒还有我们的婷婷呢，因为有事情都已经先下了啊，真的是十分的可惜啊。哦，我看到我的钱有点不太够了。现在看到泰坦就狂轰他，正脸到泰坦也不好当啊。我怎么看到有刚刚有个蓝坡盯着我看呢？啊，那个，怎么到后期人多就那个呢？Hell yeah！OK， 接下来就是迎战我们的那个最终头目，这个叫钢铁巨兵来着的啊。然后这一关呢，真是的确好久没有玩的。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听，哎，有准雷。感谢你啊，琪琪。OK， 然后我们扣一只蛙，等他出来，瞄准他眼睛，我们要擦眼了，各位，看见眼睛擦眼，哇塞，这伤害确实有点可观的数字啊。是非单块独行大楼底层，不要那个啊！我要被炸了，哎、欸，我没事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，没死哎、欸，不，很快就会出事了。不能，打王绝对不能躲在这种地方，那个啊，哎、欸，就是要躲这种地方嘛，哎，要不要准雷啊？好了，我被我的不是我的啊，我们的钢铁巨兵这个举报挂了啊。
钢铁十 R 减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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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，很强。究竟在说什么呢？话说，如果是实验未完成品，这家伙也太威能了吧！幸好机甲傀儡跟这家伙不是同。我居然打了个哈欠。幸好机甲傀儡跟他不是同一个机体，不然我们就完蛋了。话说，你有见过这么快就可以把他给杀掉了吗？有的，有准的就 OK 了啦。哦，他火焰在肆虐我们的家园当中。这什么家园？那废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啊，那个，埋啦！你到底什么东西让我累个人这样子啊？应该蒙呆奈才对啊！难不成在活着的人太多了 ？OK， 我站原地就没事了。你这个炮台为什么少攻击敌人呢？的那个威力有限啊。这种时候我比较在求那个幽能啊，感觉幽能好像比较威能的样子啊。攻击脚步68啊，看起来弱点是在那颗眼睛啊，插眼时间到。耶、yeah, ！我要挂了。没挂，很好，我没挂啊。我要挂了。不过很快的、哦，我们也是快赢了。其实战神之章并没有所谓的那没有灾厄之章那么难打，只不过它有点机车而已啊。然后不知不觉间呢，刚刚也冷场了许久了哦。对，那现在回到我们超热烈欢迎的独自个人秀了吗？啊，不要，还不是因为另外两位已经有事情先下了啊，臭豆腐嘛啊！这个实况应该是分成上下两段的啊。钢铁巨兵啊，永远打不坏的一样东西啊。我们打不坏，我们只能把它拆了而已啊！哎，赤玉魔龙！哎！我也来啊！赤玉魔龙其实打得也蛮快的嘛，虽然说这些转很慢啊。他瞄准我们了啊！我挂了。话说，在战神之章由于卖点不高，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很少人在打了啊。不过呢，还是会有人偶尔来玩一玩啊，就像小雷现在一样啊。那基于就是某一又打个哈欠啊。基于某位大大啊、他是名老师啊、老师要求学生怎么能不答应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来做这个实况了啊。OK， 空中轰炸准备完毕哦。好 ，OK， 我一复活就先轰炸他再说。话说轰炸钢铁巨兵好像没啥屁用啊，对吧？哎嘿嘿。话说幽能呢？真幽能啊，好热！哇，这个伤害真可观啊，44122，44412，是飞弹呐、啊！
啊，没钱买枪了啊！既然如此啊，我们玩命骷髅一把撑天下。哎，我们挂了耶！不，不是我们挂了，我们赢了耶！哎呀，你怎么死的这么难看呢？啊，我，哎呀，谁一直卡着我？哦，没有，他挪族卡着我啊！来，我们来一张合照吧啊！好会，我们终于赢了我们的香味蛇行动啊！不知道我们拿到什么奖励耶？军驾驶官的军牌啊，卡曼器，卡曼器啊！每日任务啊，空中轰炸 ，OK， 完成。又下，我们又完成了一关，又完成了一个哈。然后在线上的人也是很多啊。无敌小姐，你那不是下了吗？啊，他骗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其实这是我完成某位大大的要求，有委托啦啊。OK， 好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哈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方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打字我每周会有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好了，我今天念超快的，有没有？那想要挑战一下啊？好了，那就大概是先这样子了啊。好的，那估计下一次 CS 没意外，应该是8月6号的灾厄四章啊，应该没意外的话，除非有人来委托小雷了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啊。OK，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差一个人啊，赶紧去啊，成功了，拜拜。